各位好，外面有卖一种野仙棒，就是给那种爬藤的植物，给它爬藤的。那它的成品就是像这种，就是植物放在这边，然后它就爬藤这样子。那我来做一个，外面卖的话也大概要100多块，有时候升到200块。那我们有野仙，用水草、水苔，好，用水苔做，对。然后这是，你可以用棍子、木棍啊、竹棍都可以。那我这个刚好是有多的那种纤维棒或纤维棍，那大概长度大概是55到60公分不等，那看你要让你的植栽爬多高，对。那这个就是我的花叶半绿绒，然后就是像这样子，把它放着，它就会攀藤上去了。对，来，我来介绍，就是一个竹棍，然后拿了一坨水苔，然后直接把它把多的水分把它挤掉，然后这样子。然后用鱼线呢，一样绑个类似一个框框活结，套进去里面，拉紧，好，拉紧，对，然后水苔，然后拉紧之后，绕个几圈，然后水苔呢就慢慢的给它补上去，慢慢补，对。慢慢补，就沿着棍子这样子慢慢的把它加上去，好，然后就一直这样子卷。那这些须须没有关系，等一下我们还要从下面再绕来绕去，绕来绕去，所以就慢慢的把它盖起来。那这边比较小，所以你可以再加水草，再加上去，好，加上去，然后再绕，基本上绕的时候就是水苔不会掉下来就好了。好，那大概可能要缩一下型，那这边好像比较少，我们就把它再补一下。就这样子一直绕，一直绕。
直绕一直绕，这样子。如果太细的话，再加，然后大概是这样子，然后就把它绑起来。三个结，好，那多的话，就像这些的话，就可以把它剪掉，好修一下。然后修一下，整理一下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了，就做两次做好了，这样子，那就可以变成这样子咯。下一次我再换盆，然后再做一次给你们看。就会变成这样子咯，就看你的植栽要多长，那可以自己加，好，那可以这样子做。是不是很漂亮？